来的，大家阿曼。啊，咱今仔又搁到咱一礼拜一届易经的高级班吼。啊，今仔日呢要来参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支幻卦。吼，啊，幻卦专门咧讲啥？就是六道波罗蜜。吼，所以对一个正在修业的人非常重要的一支卦。所以咱有较好姻缘啊，拢就是占着咱天文书的家族事业丰足，咱师尊师父能围绕在咱的带着，甲咱前前各位点传输的提拔，使咱呢有较好姻缘啊，一支卦一支卦来完成，吼、哦、啊，所以拢爱抱着感恩的心啦，吼、哦。啊，放卦呢，就是讲咱要度众生。包括第一爻到第六爻，拢是叫咱安怎度，吼、哦、啊！所以六十四卦会记哩，有两支卦六爻大吉，就是十五支卦的乾卦。不过伊在修正，吼、哦、啊！就是佮今仔日讲的幻卦，伊嘛是六爻大吉，不过伊修动，吼、哦，无同款的角度就对，吼、哦，就讲只要你是修动的，幻卦六爻拢大吉，拢做好。吼、哦、啊，所以咱若讲有要去国外开放啦，吼、哦，啊是要去啊报道啦，啊是要去江景山道谈着放卦，我建议咱爱赶紧出去，代表讲遐足侪众生伫遐等你啊，咱莫去延迟咯，吼、哦、啊，所以咧，咱各位今天来看放卦伊大概的含义吼，第一就是涣散啦，所以有毛摆去一办一篇就对，那就一个人咧，啊呐。逐工无代志做，人讲安尼散形散形啊，叫做涣散啊，哎，啊，所以这等下，这就是拜的一面啊，吼、哦，啊嘛有代表着啊分散，哎，那想讲啥物，哎，咱们啥物团体，啥物组织，哎，啊本来经营了袂歹，啊煞无偌久呢，哎，啊呐，都分散去，安尼。嘛是幻卦，伊一个含义吼，啊消散，吼、哦、消散，哎，什么消散呢？迄个像咱即届八八水灾，咱客家吼去用电拢淹水着滴，啊拢有够严重个啦，吼、哦，啊结果咧，大家拢希望讲水较紧来散去，较紧消去，啊偏偏着无要消，偏偏着无要散，吼、哦，因为安那。因为这个真正太严重诶，吼、哦，啊，搁替换，搁放弃，啊，搁等着啥，十七水涨，啊，搁等着咱们水库泄洪，哦，啊，你啊看，啊，所以唔歹着淹水讲拢未消散去个啦，哦，啊，所以咧，拄啊伫啊，浸水浸两三工，哦，啊，所以咧，这嘛是放寒一种，啊，来改善，吼、哦，那是讲咱咧啥一刻。哦，较早讲咧读高中啦，读高中，在升旗的时阵，啊升旗了啊咧，来改善，哦，所以有一个含义，啊来散开，哦，通过当中，还是一拍当中，啊那花呢啊开花了啊，归各主啥，各主啊。
xa long ế tăng xa đang tân ý cao sĩ hôn là họ á lại y được con điều tớ bờ đờ biết họ xô đây tới thả xe hóa thả đánh công này họ lại chá cơ chế điện này này có ai đài quả của ai qua cho này luôn hè chế này chứ nó phát triển điện hoa ế thế khắp quả xôi này à chứ chắc phát triển 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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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t诶，三四五是咪见卦？见卦是咪代表手？诶，吼、哦，啊，所以你啊看，诶，见卦代表手啊，爱只嘛两三四嘛代表着脚，吼、哦。啊，所以咧，伊着爱靠着手，诶，啊嘛个上顺为木，顺卦咧，你啊看顶面卦是顺卦，顺卦嘛是木，见卦嘛是木。所以呢，船拢大部分较早船啊吼，拢都是用木材来雕，哎、欸，来刻，来做开，因为木伊做船咧伊铺开嘛吼，只要中啊乌乌乌的，人就当坐伫内底啊，吼、哦、啊，所以呢，伊就是啥，借着木来啥铺伫水上，吼、哦、啊，所以伊卦象呢叫做风顺卦，就是风啊，哎、欸、啊。所以全部拢啊合开，哎，就是讲风伫个卡潜水当中，哎，啊啦，一只船啊，伫水里那边，啊，着爱靠啥？靠风啊，啥啊送，哎，啊你嘛着爱啥？紧挂手啊摇，有阵时无风啊，啊无风的时阵着爱靠手摇啊，啊有风的时阵咱着当甲开挂，吼、哦，啊所以呢，这着以挂上来看，这支挂。钱啊，它也叫做发准，有缘得利滴个，吼、哦、啊，所以啊，这个易经，吼、哦，伊要出一支卦，甲号迄个名，甲出个伊，拢有个啥，有缘个家己个，吼、哦。过来，咱来看六道波罗蜜，吼、哦，伊讲人心地众生啊，生起因道经啊，吼、哦、啊，所以呢，伊来讲啊，人心地地众生啊，哎、欸，所以呢，生起，所以咱人呢，啥？大家都有气啦，人有人气啊，好，所以咱
想盖烘焙，其实大家拢会晓做诶。吼、哦，有人讲啊，我无考材，我都做工师啊，博士唔免考材啊。吼、哦，咁是安尼。吼、欸哦，啊，有诶讲无能力啊，啊，有诶讲无啥，迄拢毋是。博士有代志啊，博士一碗水好人，迄嘛是有功德咧。博士啊，一个笑眯，眯眯啊笑好人，嘛是功德咧。吼、哦、啊，所以呢，适当的布施啊，这拢就是大功德呀。所以呢，咱今仔日入道的门槛，第一步就是爱布施。那是讲咱入来道中当中，啊，我是要咱开始成功了愿啦，伫布施开始做。吼、哦，再来第二，二度心正常啊，第一节啊，法轮功。保守自己为本用，持戒心清朗，善欲速啊，后咧，洒脱，无啥无邪淫，啊无调糖，啊让修行实现庄严相，所以这就是修道的妙方啊。所以就叫咱那啥爱持戒，因为咧持戒才会当度邪淫嘛。所以你啊看，咱人伫这世界当中有男就有女啊。男女当中上界恐惧的就是这个邪淫啦，所以呢，伊就安讲，一个修道人就是爱修五戒，就是色得淫妄酒，所以这爱持戒啊，无持戒袂使啊，所以呢，是安那要持戒，就是爱依礼节甲法轮三公五常的持法，安尼才会当保守家己的啥榜样呢，无当时啊。尤其是江苏，我常常咧讲，迄江苏行伫台仔顶哦，那像迄歌星咧，足兴就对啦。有当时啊，一寡人对你个啥羡慕，对你个啥独钟，像迄歌星只是一寡尔，迄粉丝有够多啊，所以难免拢有即个物件，所以呢，咱本身就是爱会向世界。持戒啊，无清的当中，有当时啊，就啥会出乱去。所以持戒的心清朗啊，所以心欲速破洒脱啊，所以咱来当家己自我要求，家己自我鞭策，家己自我啥主持的当中，咱做代志袂啥袂越轨啦，所以呢，这就是修行，予咱一个足好的一种保障，无你也看啦吼，咱这个啥？无世界当中吼，有当时啊，落入了邪淫的当中，身败名裂呢。真够我讲过，迄合作家，迄有够有名的呢。到尾啊，凡邪淫当中呢，哇，过去了咧。要哪，要拍拼，要努力，要出名，爱经过30天、40天，甲争取的名利，名分出来呢。结果一个邪淫了咧。身败名裂，所以你要看多可怕就好。所以人讲无邪淫啦，无这个啥，调糖，让修行实现更庄严。所以，予咱，只要无这个邪淫当中，予咱的修行，予咱这个啥，实现当中更加庄严。所以伊人讲，这就是修道的妙方啦。所以咱若要修道，就是爱持戒，无第二无功夫啊咯。所以三度心自在啊，化戒声色乖，平心静静气含用爱，忍辱善自在，安静处服冲动，无啥贪嗔恨甲失态，予咱的修行实练莲花效。这是修道的精华，所以叫咱来忍辱，因为咧忍辱解多啥多清分呐。所谓清分就是啥，脾气毛病啦，看到袂爽快啊，看到啥物代志安那，我就暴跳如雷啦。所以呢，咱就是爱啥，爱学忍辱。有当时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有当时啊，先生咧发脾气啊，咱啊点点，伊安那。每句有那无皮条啦，所以呢，咱真正爱啥，该忍的时阵，咱就爱忍好落来，无当中有当遐造成了足济个啥后端，家庭无一个无较忍辱咧，有当时啊硬拄硬哦，呛而到底，动不动就要啥，要离婚啦，
对大家拢无好啦，吼、哦、啊，所以就讲咱一个修道人呢，是很爱修这金玉，因为呢，科目真多，哎，考试真多，吼、哦，模考嘛真多，所以咱就是爱学金玉，无金玉无法度渡过难关啦，吼、哦、啊，所以呢，足自然呢，哎，心自在，吼、哦，所以咱若忍落来，太平世境啦。啊，咱若无种咧，有当时啊掺忙车病啦，有当时啊倒一跤去啦，互咱赢好唔好啦？咱若赢转去吼，困袂好势啦，是安怎讲？无一定等下人就来报仇啊啦，吼、哦！啊，所以咱若忍落来，红批，哎、欸，吃亏就是占便宜嘛，吼、哦！啊，所以咧，安尼自然就讲化解所有声色，吼、哦！啊，所以自然咱就咧平心静气含用爱，吼、哦！啊，所以咧，忍辱就是要咱达到啥涵养真正的爱。所以忍辱显著在啊，安静处咧，好啥好冲动啊，吼、哦、啊！所以咱来当真真正正，哎，嘴啥，迄话到嘴啊，搁啊动开，哎，迄拳头要强强要夹开，搁啊忍落来，吼、哦！所以你啊看，人讲啊，什么叫好汉？好汉就是拍断手手去哦，含血就吞落啦。哦，咱啊忍到安尼，真正迄功夫就有够啊，吼、哦！啊，所以就是啥？要安定咱的情绪，要降服咱的冲动，无这冲动落去当中，唔知要造成啥物后果，唔知。哦，所以伊讲，只要无啊气氛甲失态当中，互咱的修行，这就是莲花效啊。对，所以你看啊，忍辱先进，伊就是安尼啊。瓜李荣，哎，你要抬吧，伊嘛好抬。哦，啊要啥站，伊嘛好站。哎、欸，啊，所以你啊看，伊是啊，练心到位啊，培养出来呢，吼、哦，所以讲，忍辱就是修道的精华啦，吼、哦。啊，第四道咧，心即行，鼓励啥？哎、欸，鼓励心不停啊，发挥力量，心带动，精进度时空，合无碍，勤施法，无下一胎，加啥？哎、欸，加懵懂。啊，好修行，实地啊啥，实地的学长，办道的内容，所以咧精进到海泰，所以咧今仔日啊，上阶段就是一定爱精进，因为咧阿不精进，就是海泰啦，哎，啊所以阿不海泰就有精进啦，哦，啊所以咱就是保持啥，不管是咱的心拢爱做做热诚的啦，无热诚真正哪里去呢？哦，因为伊这啥自我的鼓励，自我的鞭策啊，哦，所以做主人，你发挥出来这种力量，会当带动所有兄弟姊妹，哦，所以咧精进度时空哦，所以咧会当学啥学无碍，勤施法，所以三字经较难讲啊，勤有功而无益，所以爱不断的精进，咱得爱不断的精进，较会当啥不断的超越。哦、所以呢，只要是啥无懈怠、无懵懂的当中，互咱修行脚踏实地来啥来进行啊，这就是办道的内容啊啦吼。过、哦、来五道心平安，哎，却下恼怒烦，所以深入观性念力转，禅定辨明观，分彼寸，方啊方合宜，无散乱甲颠倒。予咱修行实验一致点，心得个因由，所以叫禅定多善乱。哦，啊，所以呢，这部功夫嘛是足重要。咱若无禅定哦，会善乱啊。哦，就讲六神无主啦。哦，啊是讲咱互看个安尼散散，安尼嘛袂使。哦，啊，所以呢，就是讲要啥修禅定，予咱个心会当降伏其心，叫做心平安俩。所以呢，会当降伏其心，自然的啥。退下了恼怒烦恼，所以呢，不管是自我的反省，不管是自我的感激，不管是自我的啥忏悔，所以呢，会用转念头，真正咱会用转念头呢，像昨下我去台中吼，啊，一个前线的话来讲吼，伊准备要考高考啦，吼，啊，唔嘛有机会无啦，啊，你安尼等落，你也必空过啦，吼。啊！你我困过了，绝对袂当考的啊！啊，我着讲吼，你这毋是袂当去考啦，你这是有心有为，力力不足啦。会讲有影对，我这若是头脑死死的吼，啊，准备去考高考的当中吼，袂成我一啦。啊，真正是心有为，力不足啦，所以我着爱乖乖去困伫迄个啥，哎，伊进伫迄个哎，出自医院的服务了对啦。啊，我着乖乖去困伫遐啦。啊，所以我着讲吼，你着转念头。先来转念头，你住伫慈济医院嘛，做好啊，
因为伫个啥开刀房，你人摕摕机器了对。你来想讲变化，我啥帮人开刀，还是帮人服务当中会救众生呢？会当救个生命呢？你嘛是做好个啊！只有你个愿望，可能还阁两单才会实现啦。所以咱等个啥物歹个，不如意个，一定要赶紧点啥转念头吼。就是禅定个功夫。所以讲禅定面面观呐，分比寸个方合宜呐。所以呢。咱若当个禅定做个到当中，真正呢，你行到倒，就有迄个非常个圆满。所以呢，讲话出来，袂去人伤着，袂去人挨着，所以最近就是咱有一个道亲啦，身体都艰苦，另外一个道亲拢去度伊，算伊因素就对，足照顾伊啦。买牌吼，都有四年教育班，即卖着敲电话去，啥物人啊？这班很重要，赶紧来哦！逐天都有去就对啦，逐天。结果伊人了艰苦，就阿讲啥？我感觉我无法度拢去啦，我看即届卖去啊。伊这个意思伤过一心去啊，你知影无？就阿讲一句煞歹听，讲你是安那？你是咧海苔呢？你是咧开倒退路呢？伊听一个本来身躯的痛疼，佫无要紧，听到即句话，插一个插到心肝以后，迄是有够艰苦的，我袂输回咧地，你呾心咧地回啊同款啦，所以咱真正爱向啥，会向学讲话咧，真正咧，一句话变变出来当中会圆满袂圆满，有当下袂圆满，磕到得亲啦，所以咱就是要安尼莫有这种散乱，嘛莫有这个颠倒。咱的修行呢，好好来实验这两真一致点，这就是心道的因缘啦，六道呢，心清澈，透彻人性，出行精华，深浅度啦，所以智慧顿开悟，化无明，动无低，无啥无痴甲耽误。修行是用真理通，所以呢，正道会出路嘛。所以这个地位道无痴，所以咱今仔日就是无明才来出去做众生。所以咱爱赶紧追求智慧，所以呢，名虽然是足好，唔过呐，未比地位较好啦。钱虽然是足迷人，唔过也是地位较实在啦。所以其实咱去即世啦。卖求名，也卖求利，会去过就好啦。上个重要，我来讲，爱求智慧啦。你要有智慧，一切就拢有啦。所以讲，有智慧当中，心清澈啊，心清澈澈，明明白白啊。清澈啥？我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所以呢，会当透彻啥人事物，咱就袂迷迷糊糊咯。所以呢，达到出行如法啦，所以你啊看，真正有地位当中真正咧，咱的当道，咱的啥一切啦，拢哪想咧出行如法，拢非常的啥圆满咯。所以地位特别互咱啥，达到顿开悟，化无明，动啥无知呀。所以咱这世人上惊无明啦，上惊无知啦。所以破无明，破无知当中，就是爱有智慧，爱有智慧就是爱读经卷啊，来研究易经啦，来啥来参班啦，来听道啦，智慧就慢慢地走出来咯。所以呢，无知甲耽误的时阵，互咱的修行真真正正啥是用真理托啊，所以这个正明出路正道的出路啊，所以咱今仔就是要达到正道。所以一定要找到这条出路，所以就是智慧。来，请各位前人呢来看伊的卦辞。伊讲：兴王阁有庙，立设大川，立真也。所以伊讲放卦是安奈行通。当天下离散的时阵，九五爻至尊会当君临天下，以至诚之心兴建宗庙。敬拜天地，灵知文报，本来结合善端的人心，团结一致，如大川的得准，克服了啥？险难是利益真正修成之道呀！所以放卦是要来通，也在善端的当中，大家团结起来，要来啥？要来夺取这个难关。所以传书较难讲，凡兴也，功来力强。有得为何啊？有何为？
李相同王吉幽苗也王乃在中也入手大川心腹有功也、哦、所以呢伊讲万卦是安内通当今天下有达人百姓倒山的时阵倒劈的时阵有道德的人在这个时阵挺身而出立那立下冲天之志会当解难释释危险而建了功德，所以会当得兴业吼、哦、啊！所以这番话就是那小德兰讲的，哎，国家乱必出良臣呐。所以咱今仔较有大德人个修，就是天灾地变要来啊嘛，大劫要来收煞恶主啊。所以上天若要唔来降下大德要来啥，叫咱善男信女，意思是安尼啊，吼、哦。所以讲来理不强，有理为何为理相同也？所以讲，宫啊宫爻咧，伊个下底就是地支爻，所以代表咱的佛性，吼、哦、啊，所以呢，伊讲有着威和威啊，吼、哦，代表着爻的外口叫做地支爻，甲坤龙共同伫遐做离散业，所以呢，地支爻甲地支爻煞无法度人相应啦，吼、哦、啊，所以呢，伊讲呾就是安尼，所以较无法度达到伊个究竟。啊，王格有庙呢，王乃中也。比如一个君王，率领了文武百官，祭拜天地，先王之德，以保佑天下万民，吼、哦，包括社区也。所以呢，九字爻为内外之中，九五爻为外之中，吼、哦、啊，所以王乃在其中也。所以这王代表第五爻意思啊，吼、哦、啊，所以咱也当着第五当中，啊，赶紧设佛堂。现在赶紧设佛堂，叫做王阁有庙。只要咱若伫易经看到这句话，就是叫人爱设佛堂的意思啦，吼、哦。啊，所以咧，入室大川，心木有功业，范围最上有木啥？木船啦，吼、哦。行舟啊，行顺木以渡坎水。虽然有大川之险，终能平安渡过险境，而完成功业呀。所以咧，当着幻觉当中，代表咱是讲你一只船伫水上咧行，哦，所以你尽量去做入手大船，所以虽然有危险啊，不过咧，主体优质啊，上天的助咱啊，所以幸福有功业。意思讲，你坐船坐去到倒一个国家去开工报证，啊，是讲去做啥物代志，拢得啥，非常圆满的，吼、哦。所以咧，大城市佫甲人讲。风行水上啊，翻先王以向有地啊，所以咧得庙。所以风行水上，高姓先王体会着这个啥泛散的卦象，转危险为安，离啥离后积固之利啊。因此借着幻卦之用，离流行之道，建设了宗庙，吼、哦，所以咧精神的这向上帝，准理经济，以尽孝敬之意啊。哦、所以呢，好卦，和我同你讲，就是要伫初化达到批化。所以咱还未到批化当中，咱就是爱参社会做沟通。所以要参社会做沟通，就爱像咱达工早现象、晚现象同款。伊即句话就是咧讲这個，吼、哦、啊，所以你啊看咱的心，咱的信心放伫倒哦。你啊到拜到明明上帝，你参如何做沟通哦？你四目前到迄个阶段当中，你拜到弥勒祖师，袂准弥勒祖师伫你头前哦，所以这就啥，这就至诚之心嘛，好、哦、啊，所以啊，幻卦伊就是讲，咱要安怎参上帝来做感应，要安怎参上帝来做感通，吼、哦，包括人讲坐如在，坐神如神在啊。咱今仔在拜祖先，咱嘛是爱迄个感觉，那就祖先伫咱里面头前安尼咧，吼，爱有迄个啥，有迄、那个啊感恩的心呐、啊，哦，啊，所以呢，用这种心敬之心，以尽孝敬之意呀、啊，哦，啊，所以啥物个心敬之心，好，我最近呢听一个录音带，吼、哦，叫郑校长讲的，吼、哦，伊就做一个比如啦。伊讲哦，伊前个读大学的时阵吼、哦，有去做家教，结果教几落年嘛，哦，伊感受足侪啦，伊感受着啥？感受讲好，有一个啥，有一个囡仔是大人哦，安那教囡仔教到足成功，伊教囡仔知影啥，尊师重道，
哦，啊，所以啊，咱家己要知影，讲伊差不多七点拢会到因家嘛吼，因老爸提早五分钟就带因囝出来外口，咧迎接这个啊，这个老师啊啦。哦，伊想讲头一工来，安尼看到一个感动，想讲后界爸啊，啊，结果就是，大家因个就对啦吼，大家个，哎，伊只要要去，你啊，因老爸就带因囝出来，要等伊啊，哎，就来带因囝，叫因囝啦，爱带老师行咧，爱带老师问好。 啊，这嘛就给当中哦，得到安排伊位，哎，啊，因太太嘞，水果就切出来，讲个水果吼，我那摆甲水水水水啦，唔是，咱水果切切当啊粗落安尼尔尔，哎，啊，讲摆甲水水水安尼，哦，互感觉着讲，人对这个老师一种的尊重，哎，啊，这嘛来要转来嘞，是咱啊，两个阿公某一定带因的囝，带老师送来到门口。 哎，啊，搁大老师会白安尼就对啦，哦，会感觉非常感动啦。啊，搁毋是安尼尔，讲啊，到领红啊，红绿的时阵啊，领钱啊吼，你毋知讲安怎？讲伊是大人，一定啦吼，去银行换钱换新的哦。啊，搁安那，爱搁连号的哦。啊，搁用红包袋甲水水水，啊，搁啥，绣香水啊，啊，顶面搁祝老师安怎安怎安怎身体健康啥安尼啦。 哦，啊，恭敬敬敬，听后生，哦，啊，甲听老师安尼啦，啊，所以互伊退一个感觉吼，做窝心的啦，哎，啊，所以伊就做一个比如啦，讲某迄个家庭，哎，伊去透死人，毋捌看到家长的啦，哦，啊，去到迄个囡仔安尼尔尔，吼，啊，话拢是做生理人，啊，做生理人，你就知影钱拢第几支的啊，哦，啊，讲要提薪水哦，要退开，得，来，老师，这你的，吼安尼，哦，感觉你我差偌济。 哦，啊，所以伊即部段啊，你保护段二开，哦，伊讲起叫心境的心啊，啊，二开安那点知影？讲伊即卖吼，啊，过年时啊，啊是当时要摕钱互因爸爸的时阵，伊一定有哪去换连号的，换新的钱，哦，啊，我来用红包，啊，包括做好势，啊，店面有哪些奖爸爸身体健康啊，啊，啊，甲强强敬敬摕互伊爸爸，伊爸爸接到这份礼，马上。 随时钱虽然不是，咱啊足济啦，不可能啦，迄个感动，迄个心意都有够，所以爸爸嘛感觉做窝心的咧。所以其实咱人吼，就是这心境的心念啦，真正咧，有钱无钱，基础啦，心境的心上个重要啦吼。来，啊，咱先报告到这，啊，请咱各位姐妹呢，有些掌门经，等下再来看两楼的下面哦，感觉是非常。